期六晚嘅超级奶爸。首先欢迎我哋今日三位重量级嘉宾。著名主持人宋嘉琪先生，大家好，我是宋嘉琪，好开心嚟到超级奶爸。阿嘉琪除了著名之外咧，同时都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即系呢个新闻对于我哋嘅节目嚟讲更加重要。如果要帮自己在爸爸呢个角色打分咧，我系得70分啫。哇，你真的太谦虚了，是过分谦虚啊！点解我话我自己打分是70分呢？生第一个嗰阵时候咧，我觉得我是不合格的啊，是50分嘅啫。因为出世的那天我都没在身边陪伴，我都要做事。第二个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人。第二胎的时候他想做一个人。做一个人。我是从他出世到慢慢陪伴，再到现在陪着他成长，我终于像一个正常的爸爸，所以加回20分合格多一点。好，马上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欢迎简知 APP 联合创始人简知书院院长女性成长导师 Kelly。Hello, 大家好，我是带领300万女性朋友听书学习成长的简知 Kelly。下载简知 APP, 进入姐姐的第二课堂学习专区，和百万姐姐一起变靓变辣。Kelly, 拍着一期比一期行的三步。是来做专家的，是来行show的。欢迎中国最具影响力50位心理学家之一，新属创始人。向日葵爸爸创始人胡慎之老师，我是研究爸爸的第一人，我应该告诉很多人如何去做一个爸爸。听讲今日除了三位嘉宾之外，有嘢送系咪？有福利系嘛？有啲重手啊吓，咁重礼啊，好重手礼啊！咩嚟噶？咩嚟噶？呢个就是加顿威化同埋超级奶爸嘅联名礼盒，其实都是一个盲盒嚟噶。想食啊？我想要柠檬，唔俾。点解？因为我哋呢个盲盒咧，其实系要玩游戏同埋参加留言先可以获得嘅。呢个玩游戏好简单，就系关注广东珠江频道嘅微信公众号，参与我哋嘅互动留言，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加顿威化联名我哋超级奶爸嘅呢个盲盒啦。点解叫盲盒呢？系因为佢最劲咧会有10种口味俾你噶，但系分分钟你攞到可能得一个口味，所以要拉埋全家人一齐嚟留言先可能获得10种口味噶。OK, 多谢十二妹咧，就呢一期嘅奶爸咧就率先就带咗咁多福利过嚟啊！其实呢期咧都系一期好特别嘅奶爸节目啊，因为已经接近季尾啦，我哋有啲特别嘅安排，奶爸升级。变成奶爷，变成奶爷，变成奶爷啊！由臭仔咧就变臭孙，又有啲咧明明未做老豆咧过嚟实习嘅都有，好新鲜。好啦，咁啊马上睇咧我哋今期嘅第一位奶爸嘅 VCR 系边个？谭谭姐，师傅阿姨，炒米饼糯米圆，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足去卖，卖到几分钱？卖到36分钱。爷爷，我想睇鸡仔睇龙船。你想睇鸡仔睇龙船啊？咁你要听话的喎，听爷爷话，听老师话，听爸爸妈妈话，俾心机读书，知唔知啊？啊，孙女咁乖，梗系要听你嘅。你话睇就睇，去到睇龙船啦，嘿。所以呢位就是你啱先介绍的奶爷。咁我哋准备请阿奶爷出嚟，但我哋好好奇一样嘢咧。咁阿奶爷揾边个陪佢出嚟咧？孙女啊！我哋先睇下个幻象先，系俾个影嚟睇下喂。哇哇！好啦，我哋马上请咗我哋今日嘅第一位超级奶爸。有镜头对住先咁样对你噶，平时冇冇噶系嘛？啊，咁你都边知道？哥哥都叫到你平时对师傅好啲噶啦。嗯。好啦，我哋再次欢迎粤语上升泰斗黄俊英老师，以及并不唯一嘅女弟子毛泳姿小姐。我啱啱以为你会介绍，我哋嚟欢迎粤剧上升泰斗毛泳姿。你凭乜嘢？佢系凭想象噶，幻想啊！幻想。好啦，言归
應院啦，阿奶爺，表叔，表叔，阿表叔，係，因為佢阿黃老師演過我表叔，我咁多年都係叫佢做表叔。阿表叔，你仲記唔記得當年你個小朋友唔大大個嗰陣時，你做老豆嗰個樣咧？記得，你記唔記得啊？咁你覺得你嗰陣時係一個點樣嘅老豆咧？我呢個細路咧，都唔係我帶大嘅。嗰時我哋經常係落鄉演出啊嘛，一去去成個月冇翻屋企嘅，就嗰陣個姑媽帶大佢嘅。哦，過年節啦，我哋都喺出邊演出，冇時間去湊，係同個幼兒園個院長瞓覺咧，幾淒涼嘅啊！即係嗰個年代係咁樣嘅。咁啊，反正全靠你家姐啦，佢姑媽啦，我哋姑婆啦，多謝姑婆啊！姑婆咁應該嚟啊！係啊。唔係啊，其實我都匪夷所思，點解係我嚟嘅咧？我又未結婚，我又未生仔，係咪先？即係我真係你哋唔知係攞景定贈慶。既然你嚟都嚟咗啦，唔好講兩樣嘢啦。你覺得黃老師係一個點樣嘅老豆？我覺得黃老師係一個即係好好慈祥，唔係好好講。即係嗰種感覺咧，就好似同個仔仔咧就關係麻麻地啦。點解你覺得黃老師會同仔仔關係麻麻地咧？其實我見過阿黃公子唔係好多。多次嘅啫，即可能就食过两三次饭到，跟住先都唔系好出声，唔系好黐住黄老师咁，完全唔黐。我同个仔个关系系好好嘅，不过我成日都好似系欠咗个仔一啲嘢咁嘅，即系冇责任，好似冇咗做咗父亲嘅责任。就系细个丑嘅事。系啦，冇错啦，咁我感觉上咧好似有啲疏离，但系实情咧即系 feel 到咧佢系好锡个呆嘅。咁我問翻黃老師啊，今次點解會帶個孫啊？即係點解第一次公開湊孫？係啊，係啊。人哋問佢，思思，你屋企最中意邊個啊？佢話我最中意爺爺。哇！甜到入心啊！我問佢點解，佢話爺爺從來未發過脾氣，佢好錫我咧，就因為佢知道我好聽話，知道我好叻。你對個孫女好聽話，好聽佢話。佢。调转嚟真系啊！神之点评啊！因为我都有跟呢个外景啊嘛，我哋行程好攰好紧张啊嘛。黄老师又话唔得啦，下边我唔拍啦，好攰啊。跟住思思话爷爷唔得，我要去玩爬龙船啊。好，我嚟就即刻精神翻。老来得孙有关系咧。咁啊系啊，八十岁先做嘅嘢。好，咁我哋再度欢迎黄老师同毛永之请入座。好啦，阿奶爷就出咗场啦。跟住落嚟咧，即將好似會有兩位咧實習奶爸。咩叫實習奶爸咧？即係其實真係未做老豆嘅。係嘅。嚇，咁啊，跟住嚟緊呢個好似話都熟口熟面添喎，第一次能夠有機會坐下邊，睇下佢係邊個。猜猜猜猜，跟我猜。我偏不結婚，也不生小孩。爸爸，你讓我去玩吧。係啊嘛，又嚟，三十六計，撇。面口亦都系娱乐没有圈成员之一李若同志吓，咁李若会带边个嚟咧？我哋睇到嗰边剪影咧，已经一一样样到不得了。哇，好烟韧喎！马上有请实习奶爸李若，好衬啊，好衬啊，我身材好好啊！哇！见家长，欢迎两位，唔好讲咁多，自己介绍下先啦。我女朋友维维 ，hello， 系咁介绍系嘛？咁简单啫咩？仲可以点咧？即系姓受名遂，即系学到你真系当见家长喎。今日真系好多家长喎，成台你最熟嗰啲喺晒度。轻轻家族家长会，德高望重嘅黄老师都喺埋度。我师傅唔系好想知嘅啫，唔系好熟。呢个第几个啊？神父的第三个，讲少咗。我啱啱企出嚟咗成身战啊！大家仲见唔见到我抢嘅？我想知道。讲下维维啦，维维好似话系都系网络主播咧，系大货主播，大货主播。系后链接是有三个颜色，三个码数的，给你看一下颜色。来，有个白色、黑色，还有一个长款。最高呢個日銷量過百萬，係你唔好淨係咁。係啊嘛，
好啦，咁我再問咧，既然你係咁係，咁咪揾好多？冇你約咁多。冇你約咁多。啊！都真係幾少噶喎！我同你講買貨百萬，但係其實個佣金係廿萬到啫嘛。廿萬啫嘛，啫嘛。哇！廿萬，你睇何老師啲表情，不可想象，真係。廿萬到啫嘛，廿萬到啫嘛，廿萬到啫嘛。點解要講係啫嘛？係因為這個收入相比佢哋付出嘅時間，我覺得係算啱啱好嘅，因為佢要分分鐘播六個鐘頭，甚至十二個鐘頭一日。哎呀，師傅，你啱啱由嚟呢個演播廳開始到而家，你等咗幾耐啊？我哋計翻條數先。我哋想聽維維講下咧，佢係咪你心目中你以後未來孩子嘅爸爸？哇！好真話。我覺得是的。你覺得是的？但我覺得他很正義。覺得他很正義。啊！銀河唯一的秘密，天際最強人物。世界上沒有奧特曼。維維，你是不是對正義這個詞有少少誤解啊？可能是。我想問，當依依叫你李若爸爸，會不會有少少想做爹哋的感覺？都冇，都冇。因為呢次俾我實習嗰個咧係女仔啊嘛，即係我自己希望係生個男仔嘅，我會好唔捨得佢嫁出去。我諗到佢要嫁嗰陣時候，我就頂唔順啦。哦，我知啦，佢肯定驚佢個女會遇到一啲好似佢咁樣嘅渣男。喂，點解全部都可以放箭？你哋唔好因為同李若熟咧就冷咁喺度插佢刀。就係咯。咁或者你不如講下一個咁正義嘅人，佢作為你男朋友，你覺得佢有咩缺點？真的要讲啊！真的要讲，你咪讲咯。梗系要讲啦，讲讲讲讲讲。讲啦。脾气有时有啲突然之间爆发性嘅。哦。系有啲恐怖。哦，有一个标准嘅词形容呢种叫暴躁。哦。其实我哋可以同维维讲一样嘢嘅，你可以适当理解咧，就李若平时生活中嘅暴躁啦，或者有时嘅大男人。压力嘅来源。因為所有人都以為李若是做緊一個主持人，但其實佢係一個服務性行業嘅從業人員。因為佢事後身邊嘅呢啲好多嘅姐姐個壓力係好大，好大噶。係啊，所以有時翻到屋企適當發泄一下，可以諒解。多謝你講過。唔係啊，咪住。通常啲冇本事嘅男人先要翻屋企對住自己女朋友發脾氣。贊成。點解？冇辦法，連隔離屋嗰個都放過你，又揾到威油啦！歡迎我哋今日嘅第一位第一 pair 實習奶爸。哇！好啦，跟住落嚟，另外一位實習奶爸即將登場，佢又會帶邊？唔係，我哋先睇下佢係邊個先啊！我是第一塊，再有一個黑眼圈係。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一口七八个，肚皮又撑破，麻烦去拉屎，想请忘带子。哈，小妖怪休得放肆！大卫，作为一个纯修仙，我有九九八十一式纯修大法，无论你系何方神圣，我都有办法将你修得贴贴服服。小妖怪，束手就擒！啊你！阿大卫啊，吓，我哋城中嘅 DJ， 冇错，佢亦都系一位未婚嘅实习爸爸，佢会带边个出嚟咧？请睇剪影。未来老婆。唔系佢一日未企喺我哋旁边问清楚个关系，我哋唔敢立乱报啊。唔系，主要系咧知道有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就唔想努力啦，唔想努力啦，唔想努力系咩意思？咩意思啊？唔系好明。咩意思啊？带一个好重要嘅亲戚嚟。哦，带个亲戚嚟，就唔想带身边嗰个人嚟。咩？身边未有人咧。哦。咁呢位亲戚同你咩亲戚关系咧？呢个系我真嘅阿妈。咁样嘅咩？其实你今日就系嚟观察你个仔做实习奶爸，但系其实系咪等呢日都等到颈都长？想催爷爷去结婚哦，想你哋都催，帮我催啊！催婚现场，打开个嘴，催啦！大风吹，大风吹，一
直吹。今日的父母是怎样催小朋友要快点结婚？我妈呢，因为平时她坐在副驾上呢，我揸车，跟然之后她就在旁边好像鹅姐咁，其实她叫钟少娥，她不停在那里鹅鹅鹅鹅鹅。如果出街的时候呢，见到有些小朋友，她就会开始就揶揄我，同埋在那里单单打打，她说如果你好命啲啊，个仔都咁大啦。好命啲，即是在条街道所有生活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他即是催你的道具。是啦、哦、催到来节目你看看多犀利。会不会这么想他早点结婚，是因为我知道大卫都是单亲家庭长大，即是自小这个原因有关。就疑得他早点结婚。含辛茹苦臭大卫，真的。即是无愧这四个字。是啊，咁快喊啊？唔係話，唔係咁快嘅咩？啱劇本設計最後一 part 先喊嘅，咁嘅咩？細個就真係父愛嘅缺席，幾多歲開始？四年級嘅時候吧，咁跟住阿媽又要開始又當爹又當娘，啊一把屎一把尿咁樣喂大，將我湊大咯，喂大。送佢翻學啊！食咁快，冇唔使呢個開心嘅節目嚟嘅，唔使咁快喊。唔係呢個除咗一個開心嘅節目，都係一個 open 嘅節目，係即係你想點就點嘅，唔好為咗我哋壓抑自己嘅情緒，係你真係咁樣。佢即係好努力讀書，嗯，生性啦，我哋成日講，係啊，嗯，咁希望佢生幾多個啊？呢個話題好跳躍啊！喂，跳得咁誇張嘅？我都唔想阿姨喊。我又真係估唔到你每一次問嘅下一個問題啊！生生幾多個？跳請結婚嚟得啦！結婚就得啦，要求好低啊咋！但我聽講大衛係其實自己係有啲懼怕婚姻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婚姻不一定成為我自己嘅嗰個節奏嘅必選項，冇必要話一定係為咗結婚，然之後就去尋尋覓覓，故意去找一個可能即係唔係咁適合，但係為咗結婚嘅女仔咁樣。其實就是恐婚咯，都有少少。你覺得會唔會其實同係你自己嘅成長經歷啊，都有啲關係影響？我媽會成日覺得係嘅，佢會覺得係咪因為我嘅婚姻問題，所以導致到你而家即係將婚姻擺喺唔係咁重要嘅位置咁樣？咁我又覺得可能有啲潛移默化或者潛意識嘅影響，但係我係會否認呢件事嘅。大衛和媽媽的關係非常好啊。然后大卫在妈妈身边其实更多的有点像是妈妈的另一个照顾妈妈的人，如果有一天妈妈不需要他照顾了，他就去照顾别的女人。我怎么觉得你给了一个暗示，就如果有一天妈妈不需要他照顾了，他才会找别的女人。但是你要知道，妈妈如果自己过得很开心的话，他就孩子就会觉得妈妈不需要他。哦，孩子最希望当时妈妈更开心，对。咁快喊嘛，唔系吧？唔系咁快嘅咩？送佢翻学啊！系咯，咁快，冇唔使，呢个一个开心嘅节目嚟噶，唔使咁快喊。孩子从小成长到发展关系，其实是有一个顺序位的。首先是妈妈之间的依赖关系，其次的话呢，会发展到社会关系。比如说，爸爸是社会关系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时候，他就会形成一些可能对于社会关系的一些障碍，也会去影响他未来对这个关系的一些看法。那我相信大卫可能对于这种夫妻关系啊，还有这个亲子关系，应该内心也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吧。小个就真的父母即是父爱的缺席，可能有些潜移默化或者潜意识的影响，但我是会否认这件事的。即反正无论是你又好，妈妈又好，可能慢慢打开一些东西。是。是吧，然后才能够达到双方的愿望。希望今次的实习奶爸能够给到你妈妈一些安慰，给到你自己的一些信心。好。好，欢迎两位，请就座。咁咧，其實過兩日咧就係端午節啦，啊，好開心嚇！除咗食粽之外咧，由黃老師嘅帶領之下，今次帶住我哋兩位實習奶爸咧，竟然去挑戰高難度動作，哇！不敢想象，黃老師，你有生之年應該第一次上龍舟嘅啫，第一次上，即係上咗去，真係第一次上，無限期待，到底佢哋今次玩得開唔開心咧？即刻睇先。哎呀！哦，首先登场的是大卫和你的哪吒仔。系呢度边度嚟噶？咁多龙舟嘅？哎，你约爸爸？啊？你约爸爸？你约爸爸？托词嚟嘅。你带我去玩吧。你想玩什么啊？龙舟。
堆喎，即係連咁多龍種。哇！你看那個龍種這麼漂亮，快點去玩好不好？來 ，Come on， go go， 快點跑跑跑！成個金魚佬 ，Yes， come on！ 好得意啊！哇！到啦到啦！哎呀，爷爷依度真系好多龙舟喎！系啊，咁鬼多你咧？哇，好壮观啊！哇，嗰边有条好靓嘅龙船喎！系啊，好靓啊嗰条！哇，黄老师你个孙讲嘢好字正腔圆啊！好黄老师喎！就嚟到啦，咁我哋要做乜嘢啊？体验下我哋嘅龙舟文化。Yeah！ 问问大卫啦，你最想去体验边个活动啊？唉，有命得你叫大卫，大卫家最中意食啦。我最期待咧就系龙船饭啦。哇，我都想食啊！你好似啱啱食完饭啫。大卫个胃比较大啊，我自己咧就好想体验下呢个爬龙舟啊，即系你睇下啦，一爬一爬。好型，好挫，好 man 噶嘛！有力噶，听听听听听，哇！咩龙舟啊，你话爬就爬，龙船饭你话食就食啊？唔系嘅咩？唔系嘅，传统嘅习俗嗰啲龙舟咧，要爬之前咧，要有一个好完整嘅次序嘅，譬如起龙。啦，点睛啦，彩青啦，彩青，仲有就系菜龙啦，菜龙，最后嗰只只系藏龙啊，串叶龙，哇，有啲头痕，咁啊真系唔简单喎，系啊，嗱，大人就讲完自己想体验咩项目啦，咁小朋友咧，想玩乜嘢？我都好快乐，大热成出，你唔同意啊？你想玩乜嘢啊？藏龙系乜嘢啊？我哋中国龙嚟噶。霸王龙，霸王龙，咁不如就咁啦。今次邀请我哋嘅文化大使黄老师带住我哋实习奶爸同埋 A 仔女一起体验下咯。龙船落水之前要做乜嘢啊？有个好重要嘅步骤就系贴龙轮啦。贴龙轮，黄老师有冇信心啊？梗系有信心啦，贴龙轮有孙女喺度帮手啊嘛。交俾你啦，开始，开始，嚟，加油。系啦，坐天船啊，咪坐底劈底劈啊嘛，都唔系我贴，系你贴。哦，你贴你贴。哦，实力吐槽，都唔系我知，系你知啊。嗱，呢个尖吊住呢度，系啦，咦，冇错，冇错啦，好啊，好啊。觉得贴呢个难唔难啊？啊，都几难啊，因为佢有好有规律噶嘛，连歪啲又唔得啊嘛。难到化。难唔难喎？难，唔难咯。我觉得佢系好中意自己喐手嘅人。唔得唔得，落啲系啦系啦，啱啦啱啦啱啦，哎。哇！系，咦，冇错，佢又比较细心，因为佢喺屋企咧，我孙女咧都经常贴纸啊，啊买啲纸翻嚟喺贴啊，都贴得好靓啊。哎呀，师傅就连孙女贴纸，佢都觉得好贴，贴得好靓。哦，好嘢，好嘢。收唔收货啊？收唔收货啊？可以，梗系收货啦！传统文化嘅传承同推广要有赖呢啲小朋友啦。系啊，真系传承啊嘛。系啊系啊。爸爸，你最中意同边个一齐玩？最中意同爷爷玩。点解啊？因为佢好锡我。呢个小孙女系好聪明啊！平时咧喺屋企咧话佢嗰个嫲嫲就系闹佢，哎呀，中到佢。变咗生骨大头菜啊！咁佢马上问阿嫲：我原来系乜嘢菜啊？咁大人都谂唔到佢会咁样问嘅啊！所以我觉得佢反应系比较快啊！刘总有礼，系有礼。今日带咗我气虾女过嚟，哇！叫人啦，叫人。刘老师好，哇，佢好听你话，好听话。你叫得你，你俾咗糖俾佢食啊？请教一下，菜龙舟咧，即系咧个落水之前有啲咩仪式好重要嘅咧？落水之前就肯定龙舟点睛啦，仲有披红。啊，披红。寓意咧，将我哋嘅龙舟叫醒佢，佢开始啦佢。咁自动波嘅啊！嗱，我哋点睛之前要同佢披红喎。我要披红先噶。系啦。你早讲啊，刘啊。披红即系乜嘢？请披上呢边。我行过嚟正面。系啦。双手托起红绸带，高举个头，以示对龙嘅敬仰。
係啦，跟住輕輕放喺佢嘅額角上邊。輕輕放喺佢嘅額角上。好。係，得啦。哇！咁就係披紅啦。跟住造型都幾 fashion 喎。先至攞起點睛筆，點一點朱砂黃酒。點一點。總共八個部位嘅噃。一點天庭，二點眼睛，三點鐵角就係佢嘅角，四點耳輪，五點口嚟。我真係覺得小朋友懂呢啲係好好。係啊，起碼你佢知道乜嘢都有個傳統嘅習俗。八點龍身，咁就禮成。睇到。佢真係當個女係個男仔一樣，做啲咁危險嘅動作，好危險咩？篤嚟篤去喎，毛筆嚟啫。其實我問你個問題，你答對了我就給你點。OK， 我要問咩問題呢？要問你帥還是他爸爸帥？哎，我帥還是你爸爸帥？我帥還是你爸爸帥？你呀 ？Yes，OK， 來給你點。哇，呢個俾佢點得好夠命底啊！你，我是笨。我幾 enjoy 同小朋友一齊玩嘅，我幾享受同佢一齊玩。就算佢纏住我好，點樣都好，至少啱先成個過程成段時間，我係冇問題嘅，我開心嘅。有請我嘅好拍檔 Madam Low 得場，你好你好 ，Madam Low 你好，有請專家嚟介紹下。係啊，龍舟咧最重要嘅一個仲係鼓手啊。咁平時打嘅時候咧，有冇話要分啲咩節奏啊，咩樂曲咁樣啊？梗係有啦，龍舟喺唔同嘅場合咧都有唔同嘅鼓點，代表唔同嘅意思㗎。咁我哋可唔可以學呢啲鼓點啊？當然可以啦，交俾劉總。我哋嚟第一場嘅龍舟巡遊鼓點，好唔好啊？嗱，你要聽住我，知唔知啊？好期待佢會拍啲乜出嚟啊！哇，小朋友邊個記得啊？我覺得男仔應該容易學啲吧。嚟，你扎個馬先。系啦，好，准备嚟，试下嚟，嚟准备，三二一，开始。噔噔噔，哎，中间要噔噔，噔噔。O K 喎，都好叻啊！鼓励佢，鼓励，嘿，继续努力。再嚟多次。噔噔。哎，有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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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叻咗好多啦。嚟多下，嚟多次，嚟多次。一直一個節奏咁樣，你自己嚟啦喎，嚟準備三二一開始，其實都好有耐心喎，大衛。係咯，但你睇小朋友個樣子，笑不出來。好啦，嚟再嚟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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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啦，嚟多下，嚟多下，預備開始，一二三四五，一二三，真係大半個鐘啊，夠唔夠？好叻啊！鼓就跟翻嗰、那個，我哋打落去嗰下跟翻個數喎，係加油，嚟多次，好嘛？再打多下，一二。我係覺得個細路仔好俾面啊，冇發爛渣。大偉哥哥有啲攰啊，係咪覺得一路打好攰？咩？攰到嘔啊！我就係諗住呢個方式，因為只要做得夠耐，時間夠長嘅話，佢一定會學識嘅咁樣。所以我就用死咗個方法，呢個方法果然俾我用死咗，係真係學唔識嘅。乜嘢意思啊？解釋下咩叫用死咗個方法？我就係教佢嗰個用口令啊，一、二、三，一、二、三，跟住我就教佢大半個鐘不停喺度，喂，你同我一齊數，一齊數，一齊數，數到數我死咗，佢都未數到。这个里边大卫已经跟那个孩子是完全两个世界了。这么明显吗老师？在这里你是用了一种让孩子很不舒服的方式在教他方法。他不舒服吗？我看起来他笑得挺甜的。你没看到他的眼睛已经这样子了。他就差没哭出来了。还蛮有教养的，没有发脾气。孩子很体谅你啊。好，我们继续看埋呢段片先。哇有嘢食啊嘛！有嘢食，有嘢食，系啦。玩遊戲之前大家嚟輕鬆一下。你知唔知呢啲係咩嚟㗎？威化餅。嚟上一上我哋嘅家當威化，一人一嚿先。好，我都想食啊！不如派俾大家食啊！黃老師覺得呢個味道點啊？我呢個芝士味啊，嗰個味道好濃郁，
佢又唔係好甜，影真好食，口感又好，又鬆化，即係一路 keep 住咗加頓嘅呢個水準咯。有啲進入下午茶感覺。哇！因為咧，你睇我身形就知道，我唔可以食啲太甜嘅嘢嘅，所以咧加頓呢個威化個抹茶名啱啱好，唔會太甜，好唔好食啊？你個小朋友開心翻。小朋友咧都好食到唔停得口，想唔想攞曬呢啲翻屋企啊？哦，真係㗎？可以㗎。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會進入一個遊戲環節。如果你哋可以勝出嘅話，呢度、呢度、呢啲全部都俾你哋帶翻屋企。獎品，獎品講封口，個遊戲一定唔簡單啦。小朋友蒙眼转三圈，实习爸爸指挥小朋友往加顿威化堆头方向走，成功取得的加顿威化作为自己的奖励。来呀来呀来呀！我来挑战了喽，依依，我们拿多少个？十个。十个？那我帮你戴眼罩的喽。那我就最心里。那你猜我拿几个？你拿几个？我拿一百个。不可能！我选手敖敖。快过晒我，你仔仔过晒去。真的是孩子王。等一下，等一下，喂，咩啊？你哋，时间一分钟啊！咁喺度阻住晒啊，摆人墙啊！而家你搞掂佢啦，踢任意球啊！小心一点。等阵换俾你，嚟，你哋行开先，你哋两个啲战术。来，我们一直向前走，哎，不要偷看。来，一直向前走，向前走。依依，圈咧？喂，你未转三圈喎？系咪转？先转三圈吧。依依，回来，依依，依依唔理你啦。我们要转三圈才过去哈，来跟着听，跟着我的节奏，来一，咁温柔嘅转得，我不嬲都好温柔噶，来再转一圈，偷望转多三圈啦，三圈 ，OK， 好呀，偷望转多三圈，左三圈右三圈，三，你不要晕了，好，向前走，哎，不是向后走，向左向左，向后向后向后，向左，对对对，这个方向向前走，向前走，向后向后，向前向前，向后向后，听着我的声音，认得我的声音，向前，哎，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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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这边。我的声音反方向向前了，左边，那么多声音，左边一点。时间仲有三十秒，好，向前走，哦哦，转左一点。注意辨认下边个你爹，哎对，直走，直走，直走，好，先摸一下，好，先摸一下，啊，搞错了，再来，向后转，好，向前走，左边，反应都好顺手哈，右边右边，左边左边一点，你摸一下，左边左边。再左边一点，再左边一点，向后向后转，完美，向后转，对，碰到了，拿的，四个，快点冲上去，快点冲上，五个，好，拿回来吧，拿回来吧，好像阿妈妈要十八个吧，小心小心小心，哇，看着我放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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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回来了。人哋噏乜嘢你冇听喎，就佢用嗰个声。开始未？四个。开始未？三、二、一。转三回圈，一、二。呢个仲温柔。三。好，向前，向前啊！好，去向前行。系啦，左手边少少，左手。唔系，唔好听佢讲，左手边少少，唔好听佢讲，听爷爷讲。左噶，即行即行。好叻啊！呢个佢真系一步到位啊！小心小心，即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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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完全都冇俾人干扰到。哇哇，系攞啲冇咗啦，系啦，系啦，好紧啊！系啦，快啲快啲攞多啲，好淡定啊呢个样。可以啦，好啦，翻转头翻转头，呢度呢度我呢度我呢度。好大力啊！哇，完全完美，完成任务。我得几多啊？我都六盒。转三圈，一、二、三，好，好，好啦，准备向前行啊！唔系，等停，向右，向前，唔系，向系啦，向右边，自己都分析左右而家大位啊！呢一队系最群鸡嘅。唔系，向翻嚟，向前，唔系，大卫，你知唔知你自己讲紧咩噶？我都知。啊，依，系好，好，向后转，唔系，向左转，向左，唔系，向，向后转，向后转。唔系，向右转，哎，小心，系啦，好，哎，到啦，攞几多，未到，向左转，我想，Oh no， 我想要六，佢都中意抹茶味喎，仲有好远啊，你啱啱起步咋，嗱，
記住，無論如何都唔可以開眼閘。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有一包都唔可以攞，知唔知啊？轉三邊啊！一、二、三，好，嗱，好啦，最後一張牌，準備啦，最後一張牌，快啲，向右，向右，向右，右手邊，唔係，你嘅右手，右手，右手，唔好開眼罩。呢個小朋友咪唔識分左右，好向直，係啦，一直向前行，直行，向前行，直行，唔好開眼罩，唔准開眼罩，哎呀！不能看啊！不准看啊！完全控制不到他，大卫。冇事冇事，行啦行啦行啦。好，到啦。我想要绿色。喺最边。我除咗眼罩啦。不好意思，任务失败。嘿，因为我哋唔可以开眼罩，所以你唔可以攞啦，知唔知啊？一阵间会奖俾你嘅，呢度我哋先。好，我哋而家。唔得。不得你不可以偷看，但是你三次你都看了，如果我给了这个饼干你，那就是对其他两个小朋友不公平，是不是啊？你跟小朋友说公平，我们试最后一次好吗？好，你做了裁判得不得？裁判看看表现怎么样，你多次机会我们裁判。这个小朋友是你力业的吗？好，我们转三圈先，站在这里，听着大卫哥哥向前行三步，一、二、三，好。佢已經聽住你嘅聲嚟行啦，其實。呢邊，呢度，係啦。誒，唔係，的而且佢係好冇方向。呢邊，繼續呢度。往前。係啦，可能又係嗰個信任度嘅問題。左邊。右邊。好。直行。你睇而家其他兩組係幫佢啊。繼續向前。好，右邊，希你右邊，係啦，好，唔好再睇啦嚇，好嚟，可以攞。我想要綠色。係綠色。係啦，重複句話。好執著啊，非常之執著，可能佢真係好中意綠色。好啦，可以翻嚟啦，向前行。開心啦！唉，終於開心翻啦！好嘢！好樂意啊！真難啊！你自己打開眼罩睇下係咪綠色？係咪綠色？是不是綠色？是吗？是不是要遵守規矩我們都可以贏到的？其實這個環節我們不是定輸贏的，你只要堅持完成，在我們心目中你都是最厲害的 BB。 再一次給掌聲各位小朋友啦。我們剛才看到就嘉琪一路看都作為兩個小朋友的爸爸很有感觸，你點評一下三個先？不是，即是其實呢，大衛的那種情況呢，我是感同身受，心同感受啊！即系纵使小朋友你经常陪伴佢，但系咧佢会经常出现一种冇安全感啦。其实佢啱啱就系成日要打开偷眼屎咁样望咧，佢就系冇安全感。向左转，我想，冇开眼罩，唔准开眼罩。我想要绿色。喺最边。你要同佢不停咁有耐性嘅、有耐心咁样沟通啦，鼓励佢啦，通过做游戏啦，通过去同佢倾偈咧，同佢树立佢自己嘅呢个信心嘅情况底下，当佢得到嗰样嘢佢好想要嘅时候，用佢正确嘅方法去攞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好似啱啱嗰个小朋友一样，嗰种得戚嘅表情就系我攞到啦。大家見到啦，黃老師咧，即係嗰個係親生噶嘛。平時陪伴嘅時間其實好多，所以佢嗰種默契度、嗰種信任度係好高嘅。所以有啱啱咁快嘅成績係一啲都唔出奇嘅。李若咧就完全因為佢同澤如之間嘅關係啦。我哋正式介紹一下先，其實李若臭嘅呢個係澤如個女嚟嘅，係，所以其實佢哋係好熟嘅，因為熟嘅原因，所以亦都係冇咁尷尬。但我覺得還不僅僅是熟的原因哦，因為在那裡的時候，三個小朋友都圍上去了。等一下，
我觉得李月带小朋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能力很强的。我见你三位出场之后咧，周围嘅人咧，不及待评价啦，系嘛？但系反而身边嘅人，即系听下你哋嘅切身感受啦，吓、啊。阿妈妈觉得这个怎么样啊？未够啦，做得仲未够啦。结咗婚啦，咁诶，有爸爸定会做得够？又吹啦，又开始吹啦。妈妈系好有方向感嘅。咁啊，人哋女朋友阿维维，我觉得佢对待小朋友就好似对朋友一样，系同频相处的。咁佢对你呢？我好似佢妈咁，好似佢妈咁。咁啊，跟住落嚟应该就进入呢个爬龙舟阶段啦。我都好有兴趣睇睇啊，黄老师落龙舟系点样嘅一副样子咧？请继续观察。睇嚟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爬龙船啦，系咪啊，小朋友？咁重要嘅时刻，点可以少得我哋嘅重要合作伙伴？简直特别任务环节，我身边呢位就系陪伴小朋友成长嘅最佳伙伴朱当当啦！有请朱当当，请奶爸同十二妹各自组队爬龙舟比赛，好威吧？乜乜唔系你哋三个组队咩？点解我嘅？即系我哋同你比啊？我赢先 ，OK，Let's do it！ 我哋派小朋友都得，小朋友赢到，唔得，我要为我哋女子龙舟队争气。我要拖救兵先得，你哋主持住先啦吓，诶，黄老师交俾你啦。喂，扮救兵咁话喎，佢班咩人过嚟？扮到大只佬喎，全部唔系几公平喎，咁样。好似你好似知道咗结局咁喎。唔系，佢等嚟噶，唔通班啲老弱病残啊？唔通佢班嘅就系还是东十二万啊？黄老师，梗系啦，我哋呢个组合系高。高矮肥瘦喎，系嘛？我系高好过你咧，你高读，我高读读，我矮啲得，我青 B B， 我红当当，你肥墩墩，瘦马马，瘦马马，我高栋栋，咁我就矮啲得。我肥腾腾咧，我瘦猛猛，我滑捋捋，我鞋杀杀。出发。希希啊，边一阵你唔可以去爬龙船啊？点解嘅？我哋嗰个船已经换咗啦。我想要船。你下次先啦，不如好唔好啊？俾两个姐姐玩先啦。吓？我唔好。你男子汉嚟噶嘛？大卫又喺度错误示范。你聽話先啦，下次再上啦，好唔好啊？嚇！哦，搞佢。好慘啊！呢個佢都係低呢招。我搞佢唔掂啊，點算啊？我哋試下去問導演姐姐。我哋一齊，我哋一齊商量一下好唔好？我哋一齊去同導演姐姐商量一下。Oh no！那个导演姐姐有啲靓，好啦，手牵手一起上船啦啊！以下系超级奶巴特约金牌解说员阮星星在龙舟基地为你现场解说。白雾蒸流，奋勇争先。爬龙船系珠三角地区最火爆嘅端午民族活动之一。哇！只见船长翻飞，齐心协力，鼓声如雷，勇往直前。嗱，浓浓嘅端午气味咧，就喺呢个古老而常新嘅角逐当中飘往大江南北。系，都系唔好咁气势磅礴啦。咁其实爬龙舟咧，绝对就系群体作业嚟嘅。你如果一个人咧叻到识飞都冇用吓，你以为你好叻啊？快啲翻兵啦！做乜要打马赛啊？嗱，话咁快，真系翻咗好多人过嚟喎。哇，系睇个阵势好似好架势咁样，睇下啲咩人。喂，唔系讲你啊，讲你后边嗰啲啊，哇，系龙狮小子系嘛，好精壮咁样，大大只，落场砌啊，得唔得嘅咧？即刻试试先，喂，都唔系爬得好齐啫，不过胜在真系大大只，够精壮咁样啦。好啦，咁我哋睇翻嗰边啦吓，呢边就咁架势啦，嗰边又点样啊？好轻强啫，咦？仲玩埋 hip hop 添啊！嗱，原來佢哋咧就本住就近嘅原則咧，就揾咗一班咧都愛好呢個爬龍舟嘅小姐姐咧一齊加入嘅嚇。你知啦，一部艇咁大，點都將佢坐滿，咁先可以開波噶嘛。好啦，各就位，我哋嘅比賽馬上開始，奶爸隊 VS 猛男隊。我都未開。咁啊系咯，人哋个领队都未敲鼓，你哋咁琴青做乜嘢呢？啊，有啲风度得唔得？哇，仲话完系嘛？仲嚟？
你唔做不如即刻跳落水啦。不過呢支猛男隊咧，再度出發之後咧，又確實係即係有啲失控嘅，好似搏曬老命咁樣，所以十二妹真係都激嬲咗啦嚇，露出咗佢本來狰狞嘅面目啦。突然间静晒，尴尬啦！即系支马男队心谂，喂，我哋原本自动波噶嘛，而家无啦啦要我哋转手波咁啊，即系真唔知点做好噶噃。好啦，唔睇你哋啦，反观呢边咧，我哋奶爸队咧喺嗰边出现状况之后咧，哇，搵到咗个机会啊！突然间咧就硬翻上嚟，而家睇个距离，连尾灯都望唔到咁滞啊！哇，黄老师话，这个时候还不是大我捞一手。在我哋超級奶爺的呢個帶領底下，我哋呢班超級奶爸同埋嗰啲親生嘅，以及唔係親生嘅小朋友，哇！真係齊齊演繹咗團結就係力量，佢哋信步閒庭一樣，壓下壓下壓下，終於壓到咗終點。不過睇翻唔係贏少少喎，贏成條船咁滯喎，哇！好嘢好嘢！恭喜曬！咁啊，本人宣布。超級奶爸杯龍舟賽的比賽贏出的就是我們實至名歸的奶爸隊。咁至於呢邊的猛男隊，算啦，呢個都是你哋比較好的結局嚟噶啦，鬼叫你有咁嘅領隊咩？嗱，十二妹，我真的講你好多次，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優雅 ，hold 住自己嘛，係嘛？我諗多年之後，呢班猛男諗翻起嘅時候，唉，那個女人好惡噶。十二妹係咪呢一段題咯？十二妹的名言，聽唔聽？點解同班猛男即係咁大爭執？其實就講真啦，即係我哋係體驗龍舟文化，而且係帶住小朋友體驗啊嘛。咁梗係要講武德，而且講尊老愛幼啦。我諗住我作為隊長，我有策略性咁樣讓一讓，有策略性咁讓菜。係啊，但係一上去佢哋就好興奮。有冇搞錯啊？龍舟咧？當時係真係冇辦法，完全諗唔到用咩計可以 hold 住一班呢啲猛男。我一個仔我都 hold 得掂，但係咁多個仔真係 hold 唔掂。直到我大聲嗌，我冇後顧，你哋唔好話啫。呢班猛男先至停低，先至記得，哦，原來隔離船其實係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嘅。當時上咗個龍舟，個心情係好興奮嘅。係啦，因為從來我就八十幾歲人未上過龍舟啊，但係咧個心情咧又驚，因為唔識游水啊嘛。游水啊！咁你因此係兩種心情喺度啦，咁啊，但係咧你又要配合呢個拍攝，啊又要爭，佢跟個鼓點，你打得慢佢就爬得慢，打得快嘅同埋爬得快嘅，嗰時根本都冇法子打快，佢好攰啊嘛，而且一嘣聲佢要舉高嘅，嘣，嘣，嘣嘅，啊，你打得快咯啦，嗰班老弱病殘，老弱病殘。嗰晚啦，其實黃老師平時你係玩酸嘅性質多嘅咧，定真係有湊下酸嘅咧？玩又有，都有啦，兩者兼顧。你個仔平時真係會有唔得閒嘅時候，然後會將個酸交俾你哋兩個去帶。經常啦，佢同佢辛苦出咗去食飯啊嘛，留低喺屋企。原本約咗我出去唱 K 嘅都唔得啦。我提出呢樣嘢咧，其實就想同大家探討一下，因為黃老師呢種現象咧，其實好普遍，但其實咧好多人亦都會有呢個擔心，喂，俾老人家帶非常之不利親子關係。我想問下兩位專家，的確係咪會咁樣？其實老人家帶孩子更多的是照顧到孩子的一些，比如說飲食起居啊，各方面的東西，保持他的安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教育或者說是規訓我們自己的孩子的話，還是父母來比較好。以前更多是在关注乡村的留守儿童啊，但其实现在也有一种大家会忽略掉的弱势群体，就是城市留守儿童。有一些家庭里面基本上养育的责任都交给了父辈，这样的小朋友养出来基本上会非常的敏感，没有安全感，他也没有建立起很健康的这种对社会的关系，以及说
也他的孤独感也会更重，所以会有很多心理上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八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吧。那你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婚姻关系啊、伴侣关系，所以他现在还是单身啊。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受到了太多的伤害。第二个女人喺度做咩啊？揽头揽颈，你都俾佢捉住啦，仲话唔系心疼？第二个女人，呢个女人咪你咧？点解第二个女人啫？女人我，仲话系旧年嘅呢个时候，我都系以实习嘅身份嚟嘅，节目未播出，我就分咗手了。你其实嚟今期节目咧，就真系好有必要啦。呢个老公系咪决定最后嫁得过先？受到了太多的伤害。等一下，等一下，你单身哦，你隔壁那个也单身哦。阿妈，其实结婚同撞鬼一样，系讲缘分啊，有缘分就撞到，咁就撞到一个适合自己嘅女仔。我唔想努力啦，主要系咧知道有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就唔想努力啦。唔想努力就即系带一个好重要嘅人嚟。呢排胃口有啲唔系几好，我开心食啲硬饭。好，睇埋食龙舟饭咯。哇！端午佳节，排完龙舟啦，当然唔少得嘅，梗系食翻餐龙船饭啦。而今日我哋三组嘅嘉宾咧，亦都要体验下呢个龙船饭啦。到底佢哋完唔完成到任务啊？嗱，平时啊好中意食粽啊，你知唔知粽点样包啊？先搵啲粽叶啦，嗱，呢啲系糯米嚟嘅，好啦，咁啊得呢啲啦，绿豆系啊，系隔咸蛋黄，咁你帮哥哥食，系啦，冇错，冬菇，嗰啲猪肉，系啦，就咁样，就咁样。就咁样，王老师查实你识唔识包粽噶？唔识。咁啊，搵条草。王老师攞个细控住你先。居然都唔会问我个形状要点样包。但系呢个包嘅手势好似好猪字咁。我同你一齐包只咸肉粽。系啦。喂，大胃号称最大胃同埋最胃食嘅大胃添，点解你哋会完全系冇喐过手咧？我哋停咗喺度啊。因为啱先阿希希咧就好想去隔篱王老师嗰度咧就包粽，系冇够你冇够，我哋呢边系啊，哇！今日就系希希历险记系嘛？好啊，嚟过嚟，我想过嚟先，过嚟先，过嚟先。你睇下佢而家最眼仲喺度望住王老师嗰只粽嗰度，我哋炒完饭再过去尝试包粽得唔得啊？好唔好啊？你应承我先啦，好唔好？好。好，嗱你要注意安全喎，知唔知啊？还有啲冬菇，大胃我都算揾到方法啦噃。咁样攞住个镬铲，系啦，咁样。潜入街景喎，大胃。可以咁啦。Only。再见，你看你我的手就这样子。Yes。OK， give me five。我配合得好好啊，点样说服阿姨姨咁配合嘅？姨姨话就系好玩。全靠我个人嘅魅力咯。佢听你哋，你听佢支笛。系佢听我支笛，你见到佢而家好配合我喺度做紧嗰啲我识做嘅嘢。哇，好饿啊！我而家。哇，正啊正！哇，你小朋友，今日你嘅表现好叻啊！哇，奖励你，等你记住爬龙舟好好玩啊！你讲乜嘢？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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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等你记住，你同爷爷一齐完成呢个挑战，好叻叻，继续传承我哋嘅优秀传统文化。好，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见到朱东东就知道有礼品在此啦，就系我哋女性终身学习成长平台简 JBB 特别送出嘅课程大礼包啊！恭喜你哋成功体验，送翻啲礼物仔俾你哋先。多谢晒。
兩個都有㗎。多謝你好啊，多謝啦。多謝。咁我哋今期咧呢個特別嘅超級奶爸節目咧，王老師嗰 part 咧就係嚟俾我哋觀光嘅啫，即係無懈可擊嘅。咁但係咧兩位就係號稱實習奶爸，亦都可能喺唔知幾時就會面對呢樣嘢。咁我哋三位嘉賓有冇咩寄語兩句俾佢哋咁樣？諗清諗楚，做好心理嘅同埋心理嘅同埋身體上嘅準備，先至好去結婚。我對大衛的建議是。可以再勇敢一点，也许我们在小的时候的这种成长环境会让我们现在有一点害怕婚姻或者害怕家庭，可能我们是担心自己没办法照顾好另外一半，或者说我也担心说未来我的宝宝我会不会伤害他。对于那个大卫来讲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男人成长起来就是要在做了父亲以后自己做爸爸可以找到爸爸的感觉的。那当然我觉得那先送书送书哦，这个是他最适合的。对，太好了，干吧干吧，谢谢老师。胡老师拿住本书叫做《如果父爱缺席》，哇，咁醒目嘅，请到胡老师嚟俾本书俾我喎，咁，哇，三本那么多啊？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再次攞住我哋三位嘉宾，下星期六晚同样时间，超级奶爸继续开讲。醒神啊，开播啦，咁多奶爸学堂，即刻开讲。凄凄惨惨，萌娃偷喊，竟然引爆全场。有啲时候真系偷偷地喊，心酸啊！情商相当高，初恋夫妻竟然各有异性闺蜜。我有好多女性朋友，我而家我都有男闺蜜啦。老公妈宝，家婆奇葩，辣妈现场神个不停啊！因为他的掌控欲太大，这样的生活会很窒息。超级奶爸为你逐一揭晓。